我是一个本地人，来自一个小山村。每天我在田里面干活，放牛喂猪。兄弟们啊，我现在和你讲一下子关于我的故事吧。我是个喜欢看山水、看大自然的人。我经常想，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开来的呢？哪子会有这些东西呢？看镜子的时候，我也常常想，我自己是从哪开来的呢？每天我都想，这一切都是从哪开来的呢？从小我就生长在农村，我和其他农村的小伯爷呢一模一样的。每天帮着父母烧火煮饭，到了过节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的父母一起去祭拜祖宗。但是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们要祭拜祖宗，父母拜的时候我就跟到一起拜。父母讲，如果我们不拜他们，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拜了。让我看的，我们祭拜先人，是因为他们从前对我们就很好。同样，我父母对我好，我晓得应该尊敬他们，但是我为什么要祭拜他们呢？小时候啊，我常常问爸爸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祭拜祖先？但是他们总不回答我，还总骂我讲，小伯爷问那么多干什么？一到过节的时候，拜这些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看来毫无意义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有一天我妈妈生病，病得很严重，啊，我都不晓得她还能活多久。所以呢，我每天晚上啊，就烧香拜佛，祈求我的祖宗，恳求他们快点医治好我妈妈的病。但是烧过香后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后来啊，我又去看仙公仙婆，还是没得到任何的结果。哎呀，我越来越怕了。啊，我每晚都做噩梦，有鬼在梦里面咒骂我，戏弄我。就因为这样，我的心里面就好烦。有一天我碰到我朋友，就跟他讲起了这些事情。他跟我讲，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，但现在我晓得什么原因了。他问我，你晓得神是哪个没有？我讲，我晓得神就是那个我们经常讲起的，给我们下雨也给我们吃饭的神，但是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什么都不晓得了。我朋友又告诉我，如果你认得神啊，你就晓得你从哪开来，要到哪开去了。
最后呢，他就跟我讲起了这个关于神的真实的故事。很早很早以前，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，神他就存在了。神啊，创造了万物，没得什么比他更伟大的。他这一线呢，就创造了天使，让天使来崇拜他、赞美他、服务他。但中间有个天使叫撒旦的，他变得越来越骄傲，他不满意神赐给他的能力。他开始煽动其他的天使呢，来崇拜他自己，使得一些天使啊变得跟他一样的邪恶。这样子呢，神就不高兴了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完美的，因此呢，他就把撒旦和其他邪恶的天使都赶出了天堂，他们就变成我们讲的鬼和邪灵了。那么天地是啷子开始的呢？也是神创造的。神啊，用六天创造了天地，第七天他就安息了。山水植物动物也都是神创造的。后来啊，神看自己创造的都很好，最后呢，他按自己形象还创造了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。神创造了人呢，就是想让人呢崇拜他，也来管理看顾他创造的这个世界。神还为这个男人和女人呢预备了一个果园，园中啊种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树。在这个园子里呢，有两个很特别的果树，其中一个果树上的果子呢，让人吃了就可以分别善恶。神跟那个男的和女的讲，你们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水果啊，如果你一吃，那一天你就一定会死。那个时候啊，人和神的关系还是很好的。有一天啊，撒旦就变成了一个蛇，可哄他们了。蛇跟男人女人讲，神是哄你们的，因为他晓得如果你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啊，你就和他一样聪明了，不所以他才不给你们吃。这个男的和女的呢，听了这个蛇的话呢，就信了，就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。一吃啊，他们就犯罪了，因为神警告了他们，从吃的那天他们就必定会死。于是呢，人类就开始变得邪恶，也就跟神断绝了原来美好的关系。因为我们的神呢是圣洁完美，没得任何罪孽的，所以人一旦犯罪啊，神和人的关系就断开了。这是一个火大的分裂物，就和两个山被中间的山谷隔开了一样。那么人类怎么样呢？因为我们还是被神创造的嘛，有神的形象住在我们心里头，我们死了以后啊，就总想和神在一起啊。所以人呢，就用尽他们在世界上的时间，尽可能的去做善良的事情，去庙里面跪拜啊，献上动物作为祭品啊，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就有能力去靠近神了。但是啊，不管人做什么，他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接近神。神和人就像光和暗，无能交融一样，被分开了。但是神爱我们人，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，神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界上，就是要把人类从罪孽中拯救出来。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耶稣在世
给我们开了一条新路。耶稣呢，通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行为来拯救了我们脱离罪恶，他也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。他在死了三天以后呢，就复活了不？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承认我们是有罪的，跟随了耶稣，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上到天堂，跟神在一起了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啊，我们死的时候就会下去跟那个邪灵在一起。那开是什么地方呢？那开是神啊为邪灵专门准备的地方，名字就叫地狱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跟着耶稣呢，不相信神和耶稣呢，我们就会跟着邪灵崇拜邪灵，这样子我们就要下个地狱里头去，要受无尽的痛苦。如果我们跟着耶稣呢，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要上天堂，跟他永远在一起的吧。耶稣好像一架桥梁，一个道路，我们可以借了他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会上天堂，永远与神同在。听了这个故事，我终于晓得了地球为什么会在这开。云起悲浓，马桶干呀，大家欢喜马人步伐，对楼又低，黑坎坡呀，步伐路那对楼坎坡。步伐你老没变老呀，年堂熬绿毒马开了，步伐你老堂本被呀，对老奥三马人不发。听了这个故事，每次我看山水、看天地、看天空的时候啊，就觉得他们比以前更美了，因为我现在晓得什么才是真理。现在我晓得，如果我的妈妈相信耶稣，耶稣就可以治好妈妈的病，她也不用怕死，因为他在天堂里面有永恒的生命。现在我也不怕夜里面的黑暗，不怕鬼了，因为我晓得耶稣又胜过了这一切。现在我不去庙里面去跪拜烧香，也不去祭拜我的祖宗了。如果我遇到什么困难呢，我就向神祷告，我心里面啊就有神所赐的平安和祝福，因为耶稣已经救了我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，心里头充满了喜乐，所以我好高兴的，因为耶稣啊在我心里面活着。耶稣赶走了我心中的惧怕和邪恶，赐给了我喜乐和满足的感觉。我现在晓得这个真理是好好的，对我们的生命呢是好有益处的吧。我心里面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分享耶稣，也期待大家呢都来认识神，认识耶稣。我现在相信耶稣，也常常和其他相信耶稣的人呢去教会。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，
向神祷告，也帮助别个。我希望我村里头的人呢，都相信神，相信耶稣，这样子呢，我们都有喜乐和平安，还有丰富的生命了。这就是我当时开始相信耶稣、跟随耶稣的经历了。现在我的妈妈也相信耶稣，她就不再害怕死，她晓得她死了以后啊，一定会上天堂。她现在心里头充满了平安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也想心里头有平安和喜乐，赶快来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吧。你如果口里头应耶稣为主，心里头相信神使他从死荫里面复活，就必得救。